天太紧闭眼，我在你身边。啊，你好，我是海莉安。刚刚看到狼人杀的广告，呵呵呵呵呵。今天就来聊一下我喜欢的动漫吧。我在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到还有出社会这段时间都有在看动漫。那我最有印象的动漫就是童年动漫，有小魔女哆瑞咪、精灵宝可梦、麒麟王、忍者乱太郎、钢之炼金术师、佐野的夏娜。那钢之炼金术师呢，有分旧版。旧版的话，我喜欢一首歌。还有一首歌，娜娜。钢之炼金术师的新版。この思いを全て縛りはまだ人生長いでしょ。那 Yui 的话，他在死神有配过 OP 跟 EP。死神的 OP 是这首 Rolling Star，死神的片尾曲。然后我在我高中的时候被推坑了初音未来跟寻音卢卡。那当时我非常非常喜欢初音，他的经典名曲非常的多，那我就选两首。悲しみを水場で交わし、あの日でどうひどく、この句と言までも失せゆき、歩きをで私ではいるから。还有另外一首。世界で一番の姫様、そういまずない心、接下来我声线的部分比较喜欢寻音卢卡，所以我转战到卢卡这边。在寻音卢卡之后，我又发现了非常非常多才华洋溢的虚拟歌手，顾敏。僕はずっと誰からこの手ぐてと泣かれそうか今日はじっと誰からこれ以上これこの悲しそうか。还有 AI 的六兆年，还有 Lily 的 Wave。接下来来聊大家会看的日常番好了，像火影忍者啊，还有航海王啊，跟妖精尾巴。这一种团结一致的动漫，那如果要讲到他们的歌曲，因为他们的歌曲真的太多了，那我很喜欢火影忍者的那一首。沙拉拉，いつもきっと僕はでいつだ輝き。然后呢，在《航海王》的话，我很喜欢这一首。あの空にどこくまで炙りいたずら出したれ。然后呢，妖精尾巴的话是。一人寂しくいるらそのくてどこよに。大家如果有追踪我的 IG，就会发现我有扮演米海沙这个角色。
那接下来在打斗番里面，我还蛮喜欢《Fate Stay Night》。然后还有，在高中的时候，我还蛮迷另外一个歌手，他叫西野加奈。那他的歌刚好配在《火影忍者楼兰》那一部影片的 EP，叫做《衣服》。君のなじみないをずっと一緒に見てみたい。那西野加奈当初有来台湾一次，那他当时演唱的歌曲是。愛だって愛だって震える君を想うほどを感じてもう一度行かせて嘘でもあの日今夜に好きなようで。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去年最有名的《鬼灭之刃》。我是海莉安，我们下次见。